大约在三四十年前，咱台湾的芦笋真出名。迄当阵，土库镇的仑内地区都因为山质的土壤真适合栽种芦笋，因此也来成为咱台湾芦笋的主要产地之一。不过，随着这芦笋的产业渐渐薄弱了后，在仑内也愈来愈少人种。这两年，因为芦笋的技巧愈来愈好，再加上农改场的建议，现在社区也有意思要再次来推广。不过，因为芦笋无好管顾，而且佫有病虫害问题，因此农民的意愿拢无改观。早年的农业时代，台湾芦笋的品质非常优秀，日本佮欧美各国的民众拢真爱食台湾的芦笋佮芦笋汁。当时土库镇的仑内社区，因为土壤真适合种芦笋，大部分的农民拢以种芦笋为生，让仑内成为台湾芦笋的主要产地之一。那要讲到芦笋是阮仑内社区的特产吼，到四十年前吼，有为外国引进入来一个芦笋，转来遮种，尾啊就是阮遮仑内呢，超80%吼，拢是种芦笋吼，家家户户安尼透早爬起来，三四点就爬起来挑灯夜战吼，起来咧挖这个芦笋，这个白芦笋。仑内社区早年种芦笋，也确实让农民赚到钱。真侪居民因为种芦笋起老厝，但是后来因为内外销的市场拢出现问题，加上种芦笋真辛苦，所以仑内芦笋才渐渐消失。阮仑内呢，早期是让芦笋安尼吼，会当家家户户安尼吼，拢都会当起老厝安尼吼，环境啦，甲生活拢改变。最近几年，社区发展协会为着要发展地方的特产，加上即摆芦笋的绩效非常的好，所以佫开始鼓励地方的农友重新栽种芦笋。上好的绩效啊！哦，上好的300-300有啊，即摆市场佫拢减少，吼、哦，最近佫拢减少，听讲最近的市场伊佫拢咧买无笋啊。在社区的鼓励下，虽然有袂少农民佫开始种芦笋，但是因为土壤的变化以及病虫害的问题，大概种一两冬了后，就纷纷放弃。一寡研究的讲芦笋会当抗癌吼，所以我有希望讲社区会当佫继续落去种。但是大家讲即马的土壤吼较无适合，因为病变吼的问题。无阮仑内社区是较属于沙质的土壤吼，种芦笋是算足下吼。改良场嘛来看来讲是毋是会当佫落去推广安尼。现在仑内社区也是有少数的农民用有机的方式来种芦笋，虽然产量无多，但是品质甲早年同款优良。记者余明伟采访报道。